真なき勇者はしません。万物成長。よっよっ。受けてみよう。悪夢と共に眠れ。悪夢と共に眠れ。悪夢と共に眠れ。よっ。よっ。血を輝け。全力で戦え。悪夢と共に眠れ。中根ギター。怒りの炎を浴びよう。悪夢と共に眠れ。Hello， 大家好，我是鸡腿，今天一样要来跟各位分享《三国志幻想大陆》的游戏资讯。那我们这次要来讨论的是噩梦追击将后续的队伍搭配。那这算是相当多玩家非常期待的一部教学影片吗？毕竟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多支远征角色，所以在队伍的构成上就需要多一点的变化。好，那我们这次的影片会介绍几组不同的搭配，从噩梦旅桥追击到噩梦冲锋都会讲解，所以建议各位角色不是那么多的玩家们一定要仔细看完，千万不要快转。好，那第一组阵容是噩梦旅桥追击，我自己推荐的队伍搭配是画面中这个样子。那这组阵容的玩法，首先是利用双诸葛来让怒气抗性累积满 100%， 使整个队伍都能正常运作。然后主力输出方面则是采取两个核心点位，首先是吕云奇搭配大乔，他们可以利用吕云奇先上噩梦，然后再搭配大乔的多次普攻，打出噩梦的普攻触发伤害，这样就能有效的快速解决对手。不过这个缺点就是，如果噩梦没有成功放到的话，那整体的破坏力就会大幅下降，所以我们有准备第二个输出位姜维，那这样子搭配就不用担心主力输出没了之后就无法逆转战局。那在神变选择上，我会建议使用斧头加葫芦加射日弓，或是葫芦加斧头加射日弓的颠倒摆法也 OK， 但是有和氏璧的玩家就建议一定要选第一种，然后把斧头换成和氏璧。在灵宠方面，主战有能力的话，我认为目前玄武是最好的选择，但要上场的话最少要有三星起跳才行，毕竟低星数的护盾数值百分比偏低，而且少了破盾伤害，这点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没有三星以上就还是建议选择九尾来主战会比较好。那助战方面，各位可以从佛珠、伏牛、白虎、龙象、熊猫之中来选择，主要还是看你们自己拥有哪些灵宠。那我认为最好的搭配会是伏牛加白虎，因为目前环境下大部分的队伍暴击率都很高，所以伏牛的护盾很好触发。然后白虎的部分虽然没有办法用在姜维的身上，但我们这个队伍的好处就是拥有两个输出位，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要让大乔获得白虎的效果加成，一口气大幅提升伤害。因为大乔的幻舞可以让他一个回合最多追加六次普通攻击，然后再算上自己的一次，所以总共是七次。那白虎之怒的效果是发动之后，只要攻击时有造成暴击就会累积成数，然后三成跟五成时又能拿到怒气值来发动怒攻，所以给大乔是相当适合的搭配。那我这个队伍的站位，首先吕云奇跟大乔一定要放在同一条线上，因为要尽快让噩梦扩散出去，并且打出额外伤害。那虽然姜维也可以做到类似大乔的效果，但姜维的普攻追击属于几率触发，并不稳定，所以这边还建议大乔加林奇。再来曹丕跟诸葛亮的话，就是一定要选一只放在诸葛国的前后，因为必须在开局就拥有八卦羊的抗性效果。那我认为曹丕或诸葛亮放在后排有可能会比较好，主要是因为大乔可以让后排的输出能力大幅提升，而他们两个的伤害确实都比诸葛果还要来得好，所以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啊，姜维也是同样的道理，要用来搭配大乔伤害加成。然后由于我们这个阵容的保牌手段不多，所以把姜维放在后面也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没有曹丕的玩家们，可以替换成刘备或是貂蝉，这个样子能增加越战的可能性，因为多了控制手段与续战力，但缺点就是稳定性会比较低。那有高顺的话也可以使用看看。 OK， 那潜能方面，吕云奇跟诸葛亮可以使用1311配2或3的防御型点法，或是2213配1的攻击型配点，这两种各位都可以尝试看看。那曹丕的话，我自己是会建议走1131配2的防御型点法。那如果你们是放在前排有搭配大乔的话，就可以改成3223配1的方式，
然后大乔就是走322三配一就好了。再来诸葛果跟曹丕一样，最后姜维则是2331或是2332配二。接着装备的部分相当重要，我们这次要让大乔成为队伍中攻击力最高的单位，因为白虎的助战效果是会给攻击力最高的武将来发动的，所以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大乔的攻击力是不是最高的。那重点就是千万不要让姜维成为最高就好，否则会完全无法发动。那战魂方面，吕林奇的话，我会建议选择若影突袭或是爆裂冲击，然后诸葛亮、曹丕还有诸葛果就可以从怒焰灭袭跟破釜沉舟还有连七加护之中来挑选。再来大乔跟姜维的话，可以考虑其中一个人带长驱直入来驱散对手的 buff， 或是直接两只都用爆裂冲击来拼伤害就好，因为他们的暴击率很高，使用起来的效益会比弱点突袭来得好。啊，这边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下，吕林奇跟诸葛亮的一号位战魂记得选择怒气值加150。最后换我的部分就是一定要装好装满，不论是先发的吕林奇跟大乔，还是替补的刘备、貂蝉、高顺，都一定要有三开效果，否则就无法上场。那以上这些就是噩梦吕乔追击将的队伍构成，接下来换介绍噩梦冲锋追击将。首先我们必须把诸葛亮或者曹丕替换成公孙瓒，毕竟冲锋体系就代表一定要有公孙瓒嘛。然后我们在站位上就要修改一下，把姜维移动到前排，因为必须让他拥有冲锋的伤害加成，然后诸葛果放在公孙瓒前后，增加撞飞的稳定性。那这边公孙瓒跟吕林奇还有姜维的顺序就要看你们自己伺服器的环境来决定，因为公孙瓒无法撞飞吕布，所以要尽量避免，这是最重要的部分。然后大乔的话，我个人不建议放到前排去支冲锋，因为他在后排可以获得的效益会比较好，所以就没有必要，但各位想尝试的话也 OK。 然后替补方面就跟刚刚介绍的一样，重点是千万不要放吕布，因为这个队伍已经有大乔跟吕林奇能做到噩梦扩散了，再多放一支反而会变得很烂。那这两个队伍都是建议走抗的体系去玩会比较好，因为输出是以噩梦的额外伤害为主，所以慢慢消耗也 OK。 那我实际使用起来，在 CH3 的环境中遇到各种队伍都可以有一战之力，胜率大概有 50% 左右。那因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于噩梦跟撞飞能不能成功触发，如果有通常就会赢，没有则相反这样，但爽感是真的十足。因为我开局就有放实战片段，光是第一个回合就可以打超级久嘛，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使用看看。那希望这次影片有帮助到各位，我是鸡腿，我们下次见，拜咯。